这个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。最近看到河北那边水灾，很多热心市民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，疯狂小杨哥捐款2000万，一哥捐款20万，盛仔捐款200万。今天我也是尽下我的绵薄之力啊，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上。这里有一个公益紧急救援，捐款人是26万，应该是这个啊。你看每一秒都有人捐款，6块、6块、9块、10块、30块，你看59块、3块，那咱们也捐一笔。9块，随缘看一下啊，随缘2.9块，咱这儿嘛不随缘啊。我们就一步到位，捐多少？捐，行，可以了。希望大家伙儿千万不要嫌少啊！你们别看我有100多万粉丝，但是我玩互联网是真没有赚到钱。你像前面那几个主播，别人一天赚的钱，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赚不来。像我的话，很多时候都是入不敷出，而且我家里的条件也是很一般啊。你看，我妈还是一个残疾人，我这我给你们赚款呢，赚款2500块呀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捐多捐少都是值得点赞的啊。希望河北尽快渡过难关啊。加油！